欢迎收睇《时代足球总会》辉煌33联赛，港少联对天平嘅蔡正华。咁啊，先开波系着住蓝衫嘅天平啦，而港少联就着住绿衫。呢度见到天平箍住个波，想转身转唔到，俾港少联截到，送个直线入埋禁区里边，一个射门就俾对面门将啊攞脚铲翻走啊！之后角球嚟自天平嘅，开到尾柱位置。点样做？再传埋去，又去翻尾柱斗埋去嘅时候，争紧少少啊！留心咗少少，想传定想射咧，不过都唔紧要啦。转个头见到呢度回传，争紧啲力水啊！呢下仲大镬，俾对手截到再射埋门，好在门将封咗位咋。呢边港少联攻势，放个长传，立到转埋身。个波打下打下一斗埋去撞柱弹入啊！攞得好尽，射得相当精彩。港少联打开纪录，领先1-0。入波嘅咧就系郑英杰啊！呢球个波弹下弹下仲好射啊！一斗埋去撞柱弹入，攞得相当之尽。之后呢边继续见到都系绿色衫港少联嘅攻势。一个斜传，转一转边，传埋中间，转到身啊，发达啦！转到身再射嘅时候，门将都企啱位啊！龙门球，大脚斩出嚟，加多头，带埋去绿衫加多脚，呢度咁样都冇问题，1-1，呢球波相当之难啊！入波嘅咧就系赖伟明。因为他是走紧斜右方咁样走过去嘅，但系个龙门仔佢嘅后面咁滞啦，已经咁样将个波送入龙门，帮天平追成平手。之后呢边港少联斩入禁区里边，拨埋中间，冇问题啦。今次2-1，头先有球差唔多嘅咧，就要转身，转得身嚟就慢咗少少。今次罗浩然呢球就冇问题啦。一接应好简单，一控一射，港少联再度领先。呢边天平攻势右路推进，入埋禁区边传埋中间，踢起一射埋去，弹角弹翻出嚟，加多一头，再抽埋去，抽球劲嘅，追成2-2平手。入波又系佢，赖伟明。第一下其實都好近磅噶啦，一戳埋去中角彈出，第二下球不着地抽埋去，雙方比數嚟到2-2，加開球嚟自天平，回翻出去禁區頂嘅位置再射埋去，就未能夠命中目標啊，都俾龍門沒收咗個波。上半場雙方打成2-2平手，下半場咧就到綠色衫嘅港少聯開波。呢边边个立到个波呢？似系天平啦，天平立到个波，中路分过右边 K 个位射埋去，中网侧嘅位置。之后呢边港少联俾天平接到个波，即刻打个反击啦，一路快推，有绿衫追得好近嘅，拉翻后少少，再抽埋去，门将挡到。呢边港少联嘅推进又有蓝衫埋逼啦，一路食住，最后甩咗个波落咗天平脚下，送队友一程再射埋去，今次门将攞脚封出啊！呢边天平攻势呢度咁样困咗个波，唔好争波就得啦，推埋去传埋中间，中间漏咗尾柱一踩停再射，射到3-2。入波嘅咧就系赵卓贤，呢球好在呢度冇误会啫，斩埋去中间漏波都好有默契啊，留咗俾赵卓贤，佢睇定嚟射。天平反超前3-2，之后呢边传埋中间，困下困下，个波出翻去，李居远射唔中笼啊，可惜。呢边港少联带住个波，时间无多啦，系要追下啦，传埋中间俾天平接到，大脚解围，呢个时候球证吹完场，最后天平赢3-2。